秒掉。这样的话，维鲁斯上来前点这个塔，他有女妖，所以很攻防。快这边抽到了防守，但要用栏目给一个大招。这边皎月找机会，炸了一下，秒了，海南秒了，秒了。但是皎月现在位置也很差，子哥这一波伤害输出不错。好，子哥秒皎月，一起开中亚，子哥这边被带走了，大招。好，大了，大到了，大了，大了。维鲁斯在做收割，赢了。但是这个大招很可惜没有带走女警和锤石，不过这一波还是可以把这个防御塔给推掉。这样的话是破三路，应该说 PE 马上就能取胜了。哎，像还大龙 buff 这个时候二比二的话，应该不哦，啊不是二比二，九总还没死，九总没有死，九总找了一个地方回家了。但这一波开始开不掉的，这一波能不能够再守一下？因为尝试一下，内塔还在。哎，锤石这里血有点残，这会不会一个 QQ 死？但三路破的话要翻盘已经是不大现实。是的。基本上三路破的话，因为超级兵实在太强，很少看到翻盘的。但是这哎维鲁斯哎哎躲掉了，没有勾到，这样的话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回头还有秒，还要输出，秒掉带走了锤石。酒桶这里站不住，酒桶好脆，酒桶完全站不住，一两个大招都被粘住，点几下。但酒桶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不管了，先 A 塔。啊，破了一路，还有个盾，他还有个盾，你还来，你还来，这个也没意思，红爆，哎哎，差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拆掉了这个。没办法，小命太多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也恭喜 PE 获得了这场 BO3 的第一场胜利。恭喜。